原标题：二次元风的汉堡加盟店，看得见的动漫美味。开一家二次元风的汉堡加盟店，不仅能让顾客享受到可口的美食，还有形态各异的动漫人物和丰富多彩的动漫文化。纵观市场，汉堡等西式快餐因简便美味一直是年轻群体日常的挚爱和消费对象。另一方面，随着一阵二次元旋风的飘过，人们对动漫的认识度远超以往，动漫赋予年轻人丰富的想象力，同样使得他们对二次元充满了热情。如此的大前提，二次元汉堡店前景势必是光明的。77动漫爱奇青石自2016年开设第一家加盟店以来，已经走来了第三个年头。长久以来，爱奇青石坚持走创新和优化的发展道路，将垂涎欲滴的汉堡融入时下最流行的动漫元素，是典型的创意文化类餐厅，让顾客尤其是动漫爱好者身在其中，乐此不彼。与传统的西式快餐店有所不同的是，作为以文化输出为主要目的餐厅，表面上看吸引的主要是二次元和动漫的狂热爱好者。然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日益开放，越来越多的人欣然接受二次元文化，并对其有了新的认识，致使爱奇青石大放异彩，成为大众皆宜的休闲型餐厅。除了特色的汉堡，爱奇青石在牛排、意面、甜点、饭食和披萨方面的造诣也在不断进步，并尝试着将动漫中的美食还原到现实中来，满足大家的味蕾。因此顾客在爱奇青石有着相当良好的用餐体验，而对于创业者本人则收获了事业和人心，意义非凡。爱奇青石是77动漫旗下项目中的一种，却是最被看好的项目之一。餐饮行业之间的竞争固然激烈，但凭借着极具特色的动漫元素，加上强大的运营设计和培训团队，使得爱奇青石在与大品牌竞争中丝毫不落下风。若你是个地道的吃货，亦对动漫有着浓厚的兴趣，请不妨来此一探究竟，选择加盟爱奇，或许你就是下一个成功者。